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 Oiki， 我是慧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箱一个东西，我们就是来开箱这个东西。哇，这个看一看，是在淘宝淘的，就是有蛋糕，还有就是 burger。刚好现在也是差不多三点了，所以我们做我们的下午茶。它有说明书，然后这个是蛋糕，这个是汉堡包。哎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你要选哪一个？一人做一个。burger， 你要选 burger， OK 了，那我就做点心蛋糕。耶、yeah! ！好，你先来做吧。哎、yeah. 啊，我没有剪刀嘞。等下你看要用剪刀来剪这个东西的，或者是我们就不要剪刀了。你这么斯文，因为我们来这边是没有带到剪刀的，好可惜。哇！给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好像有可乐，还有这个杯，好可爱哦！还有这个，这是应该是 OK 跟这个 OK， 好，可以开始了。我们开灯啦！这个应该是要打开来吧？我直接跟它打开，因为其实它这边是有一个剪刀，其实要剪，然后剪跟这个形状来剪。但是我们没有带剪刀，我们就直接。是你做还是我做啊？那好像是我帮你做哎，大家一起做，分工合作。这个撕开了，稍微稍微，无所谓，只要不是断灯好了。我真的是笨手笨脚，稍微稍微，小心。而且我们撕开来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开始可以做了。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，所以我们也是不懂要怎么做，我们要探索一下。其实我们也不会做，不用紧 ，YouTube 找。2 hours later. OK， 因为我们没有剪刀，然后我们特地去跟酒店的人借剪刀，所以我们要剪开这个，这是捣碎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先把看一下我们剪出来的这个薯条，我们先把这个薯条先倒去这个 mixer 倒进去，然后要加两杯的水，一个，给两个，需要微波炉。可是我们没有微波炉哎，我们现在在酒店没有微波炉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微波炉了哈。那这个我们就放旁边先。下一个东西，我们现在先做这个的肉，也是要加水。OK， 搅拌的差不多了，搅好这个肉呢，就把它放来这里，把它挤进去。烤肉好了，要做面包是吗？对呀、啊，面包是哪一个？面包打开。你喜欢做这样的手工吗？我喜欢，是辣椒酱吧？对，这个是汉堡。OK， 好像有点多水耶。OK， 这个好像也是 burger 的一种，可是不知道是放在哪里，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 cheese 来的嘞，我觉得是不可以吃，因为我们没有微波炉。这个好像也需要微波炉的嘞，我有点心累。哎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去问一下，可以去问他们有没有微波炉。好了，是这样，好香哦。这个是 burger 前后，然后中间的肉也做好了。然后这个是薯条，这些全部都要用微波炉。刚才脚肮脏，所以现在要骂。我觉得把这些都放在冰橱哦。嗯，都放在冰橱。来，我们来做 cheese。好好玩啊、哦！这个 cheese 还是这个鸡蛋呢，就要用这个来放，就要放在它这边。OK， 弄好的 cheese 还是鸡蛋，用手吧。好软哦，好爽哎！你在跟他按摩哎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做到这样。OK， 好，跟他切美美。哎，不要难吃，用你手汗的味道。切一半。我们先看我们的 burger， 人家放微波炉，我们放在冰箱。OK， 你的杰作。哇，硬掉了，好像是有硬掉了。嗯。他先把薯条给挖出来。有粉是你搅不均匀吧？你看它就有那种条纹，你就跟着那个来切。没想到我这么斯文呢，假斯文。照理讲要有薯条的味道才对，但是这个没有经过热锅的，所以就没什么味道。
好了，把薯条给切完了。会硬硬还是软软？还是有点软。哦，终于挖出来了。还很软耶，根本都不像个 burger 的板，好惨哦。我觉得出都出不来，所以下一个我们要找一个有 microwave 的才能够做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宣告失败。不过我们很享受做这个手工啊。但是是很香的，它有点像你知道那个 mushroom soup 的味道吗？哇、wow, 很香哦、嗯、是吗？对，至少我们皮做不到啊，我们的肉做到了、嗯、不是，你看我们的 burger 一坨屎。My god。 OK， 切肉吧。好，我们把肉放在 burger 里面。 OK、啊、放进去，然后再放肉。哎，很可乐嘞。还没有，等一下再放肉。都是纯的。你要剪了，剪这个 potato。 我们这样哦，用这个来粘着，成功，还可以放。我们已经做到七七八八了，开心哦。用这个粘土当做，我先用这个粘。辣椒酱，哦，嗯，一汤匙够了。什么味道嘞？好香啊！这个超级无敌像那种 tomato 的面，嗯 ，tomato 的 sauce。我们应该要放，可以不可以拿起来？哦，哦 ，OK， 应该是要放在里面的，用手的话，用手要放进去吃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弄可乐。哇，几汤匙，很香哎，很像，真的是可乐的味道哎。不能了，泡已经过了。哦，那个棋子哎，哦，我知道，你剪然后躲在上面就好了。你要红的还是蓝的？我们把这个小棋子就插在上面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哇。这是第一次做，但是蛮有满足感的，不错，对，很有成就感。我们没有做功课，我们才做出一个 burger 出来 ，double 的，double cheese double 肉，他们也是 double 哎、欸，他们也是两个肉。烘的话，它会捧起来、嗯，然后我们没有捧起来，它就不用紧了。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，所以下一次我们等有烤箱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做吧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做不了了，我们只是做出这个东西，耶、yeah! yeah! ！好，试吃时间，你敢吃吗？不敢。不然我们就喝着可乐吧。这可乐真的很香，咸咸的，来吃吧。没味道。嗯，怎么样？其实很像 mashed potato， 对吗？可是还没有熟的。这个 burger 呢，我们就应该不试它了。今天我们的开箱圆满的结束，我们做得很成功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就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拜。盖，盖这边呐、啊，每次忘记。